前吴宇景发文透露自己想暂退演艺圈五年的想法，之后又贴出一张满脸胡渣自拍照，并写下自己对不起好多人，但又将该文删除，引起众人关注。而近日胡歌分享一张夕阳风景照，只写下日期23/09/01，再次引起粉丝们担心。然而却有一名网友调侃留言：“又怎么了，我的大小姐？”这句话瞬间登上热搜，也引来胡歌亲自回复。只见他贴出一张与爱猫儿童的合照，并留下一句：“你才大小姐呢！”一席话戳中网友笑点，粉丝们也纷纷留言回应：“老大说了，儿童才是大小姐，儿童霸气发话，我才是大小姐。”当众人全笑翻啦。Thank you.